大家好，我是大夸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二，做菜我是认真的。今天我们都下班今儿来学习哈，交流一下厨艺哈。交流打标签嘛，还是学习打标签嘛？学习厨艺。好，走。我分一分一半给你，你做，你做你的。好。我自己来喽。来吧。你这干海鲜没得？没得。花椒呢？没得。那你有啥子配料？没出。你啥子配料都没得，你是歪厨子吗？我都是歪厨子喽。那你把锅都带偏了哦。不得，我就给你整理回来哈。啊，要得。来，你也不带呀？这么点大蒜。辣椒，来点花椒，准备好了，开干。我来穿的。我们加点油哈，鸡屁股炸一下哈，包子满意得很。我那个最香了，我这个差不多了。你那个做的啥子？爆炸鸡屁股吗？你这是火烧鸡屁股啊？哎，我那个就是火烧鸡屁股。我那个起锅了。我那个也差不多了。我带点配料哈，加入鸡屁股，放点盐巴，压点肉。馅儿上菜来喽，有请评委闪亮登场。来了，平时吃了打分哟，吃了打分哟。好吃，好吃不？这个，来买这个。你这啥子味道啊？酸啾啾的。嗯，多好吃的，不错，好吃个，好吃，对了嘛，哎，来，好吃，你不都没事，还是大瓜都没事，对，整，嗯，大瓜是给你面子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后我得分，零分，平分，平分，最高分都去掉，最低分就变成平分，够了不？够，等我完了噻，干杯，干，就是干，干，一人。挑战一下，一口干，赶紧整一个焖哈。嗯，你那个怎么样哦？我那个焖不到哦。干一个，干菜干了都嘛，又干。干完了吗？你就火速才是转的哟，好吧。弄下来就是那有点吃醋的。嗯。当然奶奶的。直接干，直接干。反正味道都嘛。明明都点没等好的，好了嘞，不能打标签，就是拿稀。今天就到这，拜拜，拜拜。